ご覧の番組はCR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王健民至る所吉。刚在上停车场的时候打滑，打滑之后呢，就把我排入空档，然后现在显示传动系统故障，亮了引擎灯，然后叫我防止，请防止车辆滑动。强制排到 N 档，强制拉手刹车，不让我开了，所以我现在挂在路边，开到现在是5365公里，啊，一直亮传动系统故障，我来重新发动试看看。熄火，我现在熄火之后，它还是 N 档在闪烁，我现在打到 D 档。踩油门不动，还是 N 档，对，它车辆也不让我滑动啊！我在斜坡，我没有办法滑到安全的地方，我现在连 P 档都没办法打，哎，真糟糕。然后它强制我帮我把手刹车拉起来，所以我现在车子也没办法滑动，它还是一直在 N 闪烁，一直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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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吧。没办法撑啊，我得要叫道路救援了。那我现在要来叫拖吊车，这样子我们接通。哎呦喂，先生你好，是。先生，目前遇到什么状况？我这 B N W 的车就现在好像不动了。没办法铁定后车吗？对，都不能动了。对，然后他一直把我锁定在 N 档。也没办法排档嘛，就是定后退。我不管排到 D， 它就会跳回 N； 排到 P， 它也跳回 N。好，那你现在要稍等我一下，我先帮你看一下手边有没有相关资讯。好的，现在经过了大概20分钟的转接，3次的转接之后，终于我可以等拖吊车来啦。那我先把我装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先拆下来，哦，以免大家鸟小鸟屁说我们因为装什么东西所以坏掉，好不好？以防万一。好啊，等拖吊车中，第一次5000公里的拖吊车经验，原厂有打给我，想说可不可以协助我先做一个暂时的排除。那可是你看我现在车辆上锁的状况，它的大灯都还一直是亮着的。然后车内仪表也是一直闪烁的，所以呢，他想要帮我排除，还是没有办法排除，就是还是必须要等拖吊车。拍一下来救我的车，怎么脏？对啊，昨天刚买的，好不好？接下来换这一台，搞不好这一台妈的还不会这样哎！我很久没吊车了呢，因为我已经忘记我上次吊车是什么时候了。没想到是献给5000多公里的新车是怎样？他现在研究要怎么拖，因为好像没有空档，就是他整个都锁住，然后轮子都不能。我刚刚本来想要滑旁边一点，打空档完全都不滑，然后就整个就锁死。好，等他拖走了哈。蛮少看到会绑绳，其实蛮少。他们都用前面那个 U 表而已了。走。喂。喂，你好，不好意思，请问是陈先生吗？是。这样就是经过软体的重整以及工作人员复位之后呢，对，那故障是已经排除了，好。对。那下午这边的话，政府会再做一些测试。那如果说哎都没有问题的话，我这边会再电话跟你做联系。那这次我们就可以来取收了，这样子。所以它是软体的硬还是硬体的问题？目前应该是软体。OK， 那它这个是有需要更新还是重新再整理而已？对，就是已经帮你重新再 reset， 就是等于就是说软体的部分帮你重新做一个安装了，这样子。哎，那这个。它没有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吗？目前这边看就是说，就是看起来像就是像我说的，就是软体部分可能有异常，就是它可能有痛出来做发射之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先把软体去做那个就是重测，那就效果就正常了。
那另外请教，就是说像我这样子的案例有发生过吗？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只有遇到一台，一系列也都没有就对了。一系列还没有遇过像你像我这样子。好的，所以我第一个就对了，全省第一个。全省的话，这个我就比较不清楚，但是就我们厂内来说的话，目前是第一例遇到的，对，目前来说的话是第一例。那如果说都没有问题的，我稍晚一点，可能大概4-5年左右，那我会跟你做一个联系。好 ，OK。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麻烦你，谢谢。好的，好，拜拜。看才跑5000多哎。对啊。啊、我们几月才交的？8月吧。哎、欸，没有了，7月了。七月。端午节吧，我不知道。该管他去死了，反正太快了吧。那个显示传动系统故障，礼拜六拖进原厂。那车到了原厂之后，有个忙跟我联系，说这个礼拜一才能检查，好，因为休假嘛。哦、啊，反正他就礼拜一，后来因为礼拜一我到台中出外景，可是他在中午就打给我说他们把这个软体更新，好，那基本上他说没问题了。那他说如果再测试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可以交车了，然后下午大约2-3点就接到电话说测试没有问题 OK 了。好啦，反正我在台中出外景就对了啦，對、啊、我没升迁啦，我本来想说有没有那个 GoPro 妈直接杀进去了啦，观众就爱看这种血腥啦、啊、还是妈暴力啦纷争啦，大概台湾人的走向就喜欢看这种的。哎、欸嗯、我本来心中的画面都已经构思好了，嗯，结果呢就要事先我们可以帮你开过签，对，签到您的所在地。好、哦哦，啊，我现在那边讲，我是不清楚是不是我们有特权啊，我不晓得，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也许有一天当你也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对不对？你也可以要求，嗯，哦，他们也会帮你签嘛。那在购楼吊车的当下，其实我没有不愉快，嘴角反而微微上扬。怎么那么奇怪？这样我们买新车的实测才有意义啊，就是啊，要试出啊，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我自己本身是服务业嘛，那我想要看看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这一个公司对于这个好的服务的定义在哪里？为什么要带保养要带大家回原厂？就是要让大家体验一下，说我们买了这个厂牌的车，它原厂大概会有哪些的服务嘛？服务哦，对啊，所以我哎觉得不错。试出问题来了，哦，那就很像网路之前有没有，有一个撞到说耶可以换车了，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赶快报警！赶快报警！我们可以换车了。哎、欸，这种心态就让我们觉得哎、欸，放宽心，有没有？嗯，舒服。好啦，反正我们就考验一下他的服务的态度跟方法，这样。当天我觉得在联络拖吊车上面花掉很多时间，大概花了30-40分钟吧。他拖吊车是找你认识还是请原厂？没有啦，没有，他们都有免费的0800，请原厂帮弄。对，那他们会帮你安排拖吊车，只是说层层转接，你知道吗？整个很繁琐啦。嗯，好，很繁琐啊。反正最后大概花了1.5个小时的时间，车终于拖走。那当然，我马上第一个就反映给我们的这个100哥了嘛。好，庆腾经理，大家认识那么久的老朋友，我是跟他讲发生这个情形。他也很积极，就是叫我主动叫我联络，然后哎、欸、之后还有打关系，哎、欸、你拖吊车叫到没啊？怎么样怎么样？一百哥就说啊，那个小四哥真的很抱歉啊，怎么会这么漏气出这种状况？我回他一句话，我说车又不是你坐的。对啦，你这样讲还是有道理。那你跟我道歉干嘛？对啊，恰不是你走的啊，我们也是要理解嘛，哈。有时候我觉得你车发生一些状况，然后你去怪你的服务人员，我觉得好像也，除非服务人员有骗你，但是车子这个故障本来就不是销售人员他可以预期的嘛。嗯。所以我就说啊，你跟我抱歉没意义啊，就看怎么处理好就好了。就一直到了他车昨天进回来公司，然后他有打给我说，这个车上有帮事先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好，什么小礼物？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来看，现在好不好？看一下小礼物是什么？哎、嗯欸、哦，放在这里，你看有没有？哇，好小哦，真的很小。哎、欸，我跟你讲啊，这种事可大可小。是吗？买车的客人啊，可能会因为这个他妈吵着要退车，你信不信？有啦，一定有，一定有。看一下，是不是帆布袋？好像是啊。对了，一个帆布袋、啊，然后还有四台这个火柴盒小汽车。哦 ，BMW M2 的火柴盒小汽车，嗯，啊，之后火柴盒小汽车就自己留2台，嗯，啊，我拿2台出来抽给观众，那、嗯啊、这个帆布袋把它抽掉，所以他有给你代步车吗？有没有？哦，有，他有问我，他说那个事先，请问你需要代步车吗？嗯，我说我车不需要，他说没关系，
你有没有想开的车？比如说这个我们新上市的四系列啦，或者是其他五系列、七系列等等，你有没有想要开的？我们可以顺便安排给你。不要，不要，我怕要掉价。然后这个你看他妈里面也没有顺便做一下美容清洁，看这垃圾也没清，对吧？这垃圾也没清，啊，这也没洗，你看。哎，对啊，他还没洗。哇，没有啦，这个灰可能是我们这里的啦。他们看高级啊，看八格的，可以用出代机呀。对啊。你就知道送东西的车也好歹，对不对？对啊，洗一洗，擦一擦。里面擦一下，弄一下，啊，送一些实用的东西嘛，车用香氛组啦 ，M2 的包啦，对不对？就送一些实用的东西嘛，还骗囡仔的物件，哎，这样我抽给观众朋友是不是在骗囡仔？哎、欸，没有啊，刚才他们没有以身试法、啊，这是我自己用血淋淋的这个肉身去测试出来的，好不好？我得到了我就把它奉献给每一位观众朋友。这个事情哈、哦，我有分享到我们 F44群组，那我是第一个，群组里面目前也还没有人掉价，可是有一位车友。BMW APP 有显示这个传动系统异常、哦、但是他还没有掉价，还没有出现那个，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有传讯息跟他讲说，你最好尽快回去原厂检查一下，还是要做一下软体的重整或更新、嗯、这样、嗯、其实当天坏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可能是机件坏掉了，因为我怎么打 R 档他就跳回 N 档，我打 D 档他就跳回 N 档，就代表说我认为他应该是处于一种保护机制，他把这个变速箱保护起来，因为他侦测到异常就不让你去开了，怎么打档他都不让你硬开。那他给我回复也说是里面的软体乱掉，所以我不知道啦，反正现在妈电脑化越严重就是这样、啊、反正就软体啊，软体弄我就再测试一下好不好。那今天紧急拍这个片啊，紧急上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抽奖办法看下方资讯栏啊，记得订阅分享留言我们的这个 YouTube 订阅，好，一定要订阅，随时跟大家分享所有实测或是二手车的任何资讯。好，拜拜。哎、欸，我之前没有一个洞，真的很深。我跟你讲啦，我们人不会这样啦。嗯。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哦、喔，我第一个怀疑说是不是在我们这边放一天怎么样？嗯。啊，我有鸡巴一点哦、喔，回去跟他讲说为什么我车本来没有，回来变这样。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勾乌塞。我们人哦、喔，就怕造成人家困扰。不是，我是觉得哦，有时候这个事情我们自己没把握，我们不要去讲的，好像信誓旦旦说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就像这个一样啊。嗯，算了，算了。好了，看一下，怎么会这样？元气呢？